这个按键就是，装了跟随 GPS 之后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到时候可以连一个 GPS 的跟随模块之后，这个按键是用来进行一键跟随设置的。我们会拍一个具体的操作的视频。然后，遥控器开机的时候，要确保所有的这四个摇杆是处于向上的位置，然后。看不见，这种情况下是属于正常开机。如果有一个按键不在上位的话，我们随便打一个，这时候开机，遥控器会一直响，会有一个警报。这个时候你只要把这个打到最上面的位置，就恢复正常了。